澳洲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Kary 吳雨霏。咁喺5月4日咧，我會嚟到悉尼咧出席由 Mega GME 同埋 Urban Agent 主辦嘅澳洲桃女郎選秀2012 Grand Finale。咁好開心啦，可以嚟到悉尼做呢個表演嘉賓啦。咁如果大家咧想睇到一班桃女郎同埋我 Kary 吳雨霏嘅表演咧，就要一定喺5月4日嚟到悉尼嘅 Town Hall 支持我哋啦。到時見啦～